十字。嗨，小伙伴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汉字卡片，看。老 ，lao 老 ，shi shi shi， 老 shi。我们先来学习第一个汉字，老 ，lao 老 ，lao 老。小伙伴，快想一想。它像什么？认真看哟，我要开始变魔法了。小伙伴，你看出来了吗？别急，睁大眼睛，再看看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看，老这个字，就像是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在哄坐在地上的小朋友。神奇吧，小伙伴，掌声在哪里呢？老表示年纪大，老师，我爱老师，老师爱我。哇，汉字真神奇。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个汉字吧。诗诗诗诗诗。小伙伴，快想一想，它像什么？认真看哟，我要开始变魔法了。小伙伴，这一次你看出来了吗？别急，睁大眼睛，再看看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看，诗这个字，就像是一个老师在给两个学生上课。神奇吧？小伙伴，掌声在哪里呢？师是指老师，老师，我爱老师，老师爱我。哇，汉字真神奇。小伙伴，今天学习的两个汉字，你都认识了吗？跟我来变。哇，一起大声读，让我听到哟。老师，再来一遍。老师。哇，汉字真的很神奇呀。小伙伴，志向还有好多好多更有趣的玩法，快去看看哟。志向阶梯想象十字卡。志向极速识字 APP。爱我你就扫扫我。让我陪你一起长大吧。